个都在这儿呢。我媳妇怀孕了，都知道了吧？哎呀，伺候她可太难伺候了，既幸福是又痛苦啊。前天我媳妇跟我说，老公我要吃甜的，昨天又说老公我要吃酸的，今天我都不知道她要吃什么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老公，对，我得请他，到了吃水果的时候了。有请娘娘。请什么请啊，小疯子，哎，是不是到我吃水果的时间了？对，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来吃个这个。我想吃甜的。你看来了吧？来来来来来，吃个这个。我想吃酸的。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媳妇儿，你啊，先吃一口这个，再吃一口这个，拿你的舌头嚼一嚼，不就又酸又甜的吗？小疯子，哎，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懂啊？你说一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想吃那个第一口酸的，一拘灵；第二口甜的，齁嗓子眼的那种，长在一块的水果吗？妈呀，是街坊邻居，你还好呢你，嫌事儿不大是不是？又酸又甜的上哪儿找去？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？醋里边放点白糖，你喝去吧你。什么呀这是？媳妇儿啊，实在是找不来这东西啊。钱顺风，哎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怎么呢？哎呀，媳妇儿，我爱你，街坊邻居都知道。你这样，你只要能说出名字来，我肯定给你整来。我想吃你爸。好嘞。你要吃我爸？我没说完呢。啊？我说我想吃你爸种的梨。哦，吓我一跳。顺风，哎，你还记不记着，就是咱俩谈恋爱那前儿，然后你老逗我，你说带我去旅游去，结果溜达溜达就溜达到你家后山上去了，然后你就爬那梨树上，把那最好吃的梨给我摘下来了。哎呀，那个梨呀，咬一口酸，第二口甜，第三口酸甜酸甜的，可好吃了呢。第四口呢？到糊了。你赶紧给我找梨去。我明白了，媳妇儿，闹了半天你想吃我爸种的那个梨呀？嗯，那没处整去，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，我爸现在种不种那个梨我都不知道了。田顺风，哎，我也非常肯定了，你已经不爱我了，要搁以前你早就去给我找这个梨去了。不是，我告诉你田顺风，你要这样式儿的，我就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回娘家。哼，你回吧，回吧，老虎不发威，你以为我是 Hello Kitty 啊？你回娘家吧，你这儿不就是你娘家吗？钱顺风，你不用给我嬉皮笑脸的，你要不给我找着梨，我是让你给我回娘家。不就是我爸种的梨吗？嗯，肯定整来，你放心吧。刚才我有一个朋友还给我来电话呢，嗯，说明天从老家来，你放心，嗯，我让他给你带点来。真的吗？嗯呐。哎呀，老公，哎，你真好。嗯啊，把嘴收回去。找不着梨，我跟你说还得回娘家。上哪儿给他整这梨去？酸的甜的还长一块的，什么呀？我赶紧打个电话吧。哎呀，喂，哎，超市吗？哎，你抓紧时间，你找个人啊，你给我送一箱梨来啊，挑大的啊，挑好看的啊，啊，赶紧的。妈呀，这也太快了，空投的。这肯定是快递小哥，赶紧进来吧。哎呦我的天，太快了，快递小哥没来，快递老哥来了。哎呀爸，哎呀爸，哎，你咋突然来了呢？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啊，梦见二米粒子想吃我种的梨，我今天就给他送来了。爸你神了吧，刚才二米子还跟我矫情呢，说非要吃你种的那个梨，说要整不了这个梨他就回娘家去，是吧？那看来爸是你的救星。爸谢谢爸，哎，赶紧刚洗完了在家啊，赶紧给二米子吃。我等会儿爸。嗯，我的妈呀，爸呀，
我记得我小时候你种的梨挺好看的呀，怎么歪瓜裂枣的呢？早就跟你说过，这梨好吃啊，不在乎它外表长得多好看，懂不懂？这个环保啊，是老爸亲自上的农家肥，绝对是绿色水果。啊，真的，吃吧，放心。我爸亲自施的肥呀。爸呀，嗯，这个好像有点不卫生吧？你儿媳妇现在正怀着孕呢，算了，不让她吃了啊。怎么可能不卫生呢？农家肥，农家肥不是你想象的农家肥。啥呀？就是鸡粪、鸭粪、猪粪，不是我的粪。爸呀，你这粪粪的，你听着都恶心。恶心啥玩意儿嘛？施肥的技术你忘了？你农村长大的孩子，就是梨花没开的时候，往树根底下施点农家肥，不是驴长这么大了往梨上抹肥，懂吗？明白没？哎呀，这我还能不明白吗？嗯，根吸收那个肥，然后转化到果子上。对啊，那是不是也不太那个啥？你孙子吃了是不是发育不良？怎么可能发育不良呢？你奶奶怀我的时候吃的就是咱家梨啊，你妈怀你的时候吃的也是咱家梨，咱俩发育不挺凉的吗？爸呀，嗯，那咱爷俩就更不能吃了。为什么？你看咱爷俩这个头。是不是吃梨吃的？滚一边去！没长开呀、啊！我跟你说啊，顺风啊，爸没长开的原因随你爷爷，你爷爷就没长开；你没长开的原因随爸爸，你也没长开。所以说你就哪来那么多的废话，赶紧让他吃就得了呗。行了，我摘梨的时候蹭了一脸灰，我洗洗脸去啊。哎，哎呀，我明白了，我爷爷就是吃这玩意儿吃的，生出我爸来。生着我爸，我爸长得跟梨似的。哎呀，我爸又喂我这个吃这个，生出我来跟个小土豆似的。这二米粒吃，那我儿子生出来不得跟个樱桃似的？这可不行。你说我爸也是，哎，我们老家离这儿300多公里，你多带点儿哎，你带五个。这回是快递小哥，快递小哥自个儿进来吧。哎呦我的，钱哥，您订的梨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搁这边，搁这边，谢谢啊！都洗干净了，放心吃吧。好嘞，好嘞，洗干净了啊，麻烦了啊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这就行了。妈呀！哎呀，哎呀，看这大梨啊，看这，哎呀，我爸也好意思管他叫梨。哎呀，这一看从形象上，这就是姚明，这就是潘长江啊。叫我儿子吃，我儿子肯定吃姚明，潘长江，潘哥，你藏一会儿吧。哎呀，我还是给他搁起来吧，我。哎呀，他别在这吃。哎，刚才我听那门铃响了，谁来了？哦，爸来了。爸来了。对。他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刚才说要吃梨吗？爸怎么知道我要吃梨呀？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你爸是曹操，我说到就到啊。太幽默了。当当当当，快吃吧，都洗过了的。不是。你爸种的梨长这么大了？啊，那个谁，媳妇儿，来来来，你坐，我听我解释啊。哎，你吃我爸种那个梨，是不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事了？对呀。哎，通过这个梨树年龄的增长，这个梨也不断的增大了。啊，那要是这样的话，你跟你爸随着年龄增长，怎么没长大呢？吃梨吧。哦。哎呀，多长时间没吃着了？快吃吧，吃吧。哎呀。啊，好吃不？不是这个味儿。咋不是这味儿呢？真的不是这个味儿。我怎么跟你形容呢？这梨它那个味儿吧，就是你家就家乡的那个味儿，你懂吗？你再吃一口，再吃一口，品品，仔细品品。哎，有了吧？嗯，还不如第一口呢，不好吃。媳妇儿，你这么的，你把这一箱全吃了，肯定能品。我上班了，吃完我都得吐了。这谁整？太难吃了，这梨呀、啊！二米粒儿啊，是爸给你拿的梨了。对，爸，这梨你拿的啊？啊，哎呀，那要是好吃吗？那要是你拿的，能好吃、嗯？好吃怎么苦大仇深的表情啊？嗯、啊，不是，那二米粒哪是苦大仇深呢？这完全是幸福的表情吗？这幸福的表情咋还有眼泪呢？就是幸福的，就是到了极致了，喜极而泣。哦，喜极而泣，
那也说这个好吃呗？好吃，确定挺好吃啊？好吃，好吃啊，好吃，那就下回爸再给你多拿点。好嘞。哎哎哎，爸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我要说实话，你可别急眼。就你拿的梨好难吃。不对，绝对不对，这绝对不是我拿来的梨。钱志峰，回来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梨，这个梨啊，拿错了。哎呀，这是我从小卖部买的。哎呀，这爸你买的梨在这儿呢。哎，这是爸种的，你看爸种的梨。什么？这大骗子！这不好吃，你这能吃吗？这个，儿媳妇，你尝尝这个梨来。哎呀，爸，就是这个梨。梨，我多长时间没吃着了？就是这个梨吧，尝尝，尝尝，尝尝。在那遥远的小山村，小呀小山村，我醉了了的爱你。太好吃了。停停停停停！二米粒子，别嘚瑟！你肚子里我孙子，啊？爸爸，不是我要嘚瑟，是你孙子要嘚瑟，我控制不住。继续嘚瑟！行行行行了，行吃吧，别嘚瑟了，这有孩子呢，别嘚瑟，吃吧，啊，快你吃你吃，太好喝，爸呀啊，你看二美栗子这么爱吃你种的梨，你多带点呗，你带五个，你这太抠门了，你爸是啥人你不知道吗？我能带五个梨吗？那不是五个吗？我今天上树上栽了五斤梨，五斤梨就五个呀？你听我把话说清楚啊，我带来这五斤梨就上了大巴，结果碰上咱村的老赵了。老赵跟我说：“哟，大哥，我太爱吃你家那梨了啊！你让我尝尝行不行？那么大岁数，好容易张回嘴，咱哪好意思拒绝？我说你吃吧，别客气啊！这老哥倒好，走一路吃一路，走一路吃一路，结果到地方就剩了二斤半了。妈，他吃二斤半呢？是呢，我拿着这唯有的二斤半的梨，就赶紧往你家撩啊！刚到小区门口，碰着二秃子了。二秃子啊？二秃子不出国了吗？回来了。”他看见我就跟我说：“钱叔啊，我终于把你逮着了！你知道吗？我在国外整整三年，我只想三件事儿：啥？第一想我爸啊，第二想我妈啊，第三就想你种那个梨。今天说什么你要把你这个梨卖给我？我说不能卖，这是给我儿媳妇带的。他说不行，我给你500块钱，你要卖给我。我说不行，这是我给二米粒带的梨。我怎么爸啊？我跟你这一点你太仗义了。”为了你儿媳妇500块钱你这梨都没卖啊。我傻呀，不卖，卖了。爸，那你要卖了这五个梨哪儿来呀？对呀、啊、卖完我就后悔了。我跟他说，我说你这样再匀我几个梨，他死活不给我。我说这样啊，啥话别说了，我出500块钱买你5个梨怎么样？啊啊，不是他卖了没有啊？他不卖，你看死活都不卖啊！完我就把那500块钱塞他兜里了，我抢过5个梨就跑。这样你想想，二秃子事儿也解决了、啊、二米粒的事儿也解决了啊！哎，你说爸尖不尖？爸呀，嗯，二秃子花500块钱、嗯、买你2斤半梨，对啊，完你回手花500块钱买上5个梨，对呀、啊、我花他的500块钱买回我自己的5个梨，我都佩服我自己，我老尖了。500块钱搁哪呢？在二秃那呢。2斤半梨搁哪呢？也在二秃那呢。那你不赔了吗？我怎么能赔呢？爸呀，我幸亏是没随你呀、啊，随了你，我做生意就得赔没喽啊。儿子，你听我说啊，你说，你不会算这个账，你算算，我是花了二秃的500块钱啊，买回我自己的5个，赔了，我绝对赔了，就是赔了吗？我不赔。一点都不赔啊！我拿梨刚要转身走，二秃子跟我说：“叔，你别跑，我送你2瓶酒，你没事尝两口。”我看看，我看看。爸呀，这回不赔了。嗯，二秃子送你的酒是好酒，
潘掌柜。对。哎呀，爸，行了，这行了。哎，我现在就是不明白的啊，二秃子用啥非用500块钱买你2斤半梨呀、啊？咱这是怎么金梨啊？你怎么什么都不明白呢？不是咋回事啊？我就特别能理解二秃子的心情，人家什么梨没见过呀、嗯、什么梨没吃过呀、啊、为什么偏偏就喜欢吃咱爸种的这个梨呢？拥护啥呀？这个呀就是一种情怀，知道吗？他想吃的是家乡的味道，懂吗？跟我是一样一样啊、哦、我爸呀，这梨是真好吃，你还能给我整点不？哎呀，这孩子，你这爸这么大岁数了，300多公里给你带来的，你没听爸说吗？没有了，明年咱再吃。有，喂，有、啊，我只是把我能够着的梨摘来了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刚才说你把你自己能够着的摘下来了啊？那没够着的梨还在树上挂着呢呗？对呀、啊，捡顺风儿，那树上给老鼻子梨了。不是，别说，我有点懵了。怎么树上还有老鼻子梨呢？因为咱爸个太高了。你赶紧把车钥匙给我。车钥匙干啥呀？不就300来公里吗？一脚油的事儿。我现在就开车就去、啊、我蹲在树上把咱爸够不着的梨我全造他。再见。不是，哎呀、啊、这孩子我好像听明白了。爸呀、啊，二本铃太幽默了，你听他说啥没？说你个儿太高了。这孩子净挑优点说你。哎呦，爸呀，你别说，通过今天你带来的梨啊，哎，我还有点感想呢。你说说，咱们村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。嗯，特别是生态方面，发展保护的多好啊，爸呀。我提个建议，你看行不行、啊、你说你回去啊再科学的考察一下，你带领咱们村民，哎，把这个种植业给它发展起来，给它搞起来，咱给它搞成品牌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是这个味儿，好不好？爸呀，咱也为咱们村的富裕贡献一份力量。儿子，你太有头脑了啊，这点你随你爸、啊、你爸不愧是民营企业家。哎呀，多亏了二米粒儿、嗯、二米粒要不吃这个梨我还坏了。二米粒刚才拿我车钥匙干啥去了？他说不就300多公里吗？一脚油的事儿，我要蹲在树上把爸够不着的梨全造的。他蹲树上，对，他又不是个猴。就是。妈呀，不行啊！我媳妇她怀着孕呢。啊，二米粒啊，我还是开车送你吧。二米粒啊，哎，正好顺路把我捎回去，我用不着买车票钱了，我太尖了我呀。